做大的保留下来，这个小的有保留下来的，那三尊跟这个都一样。那我们就认为在美术馆的好的场所，还有打灯光的时候会很漂亮，会很漂亮。然后我们就送去铸铜，送去铸铜，然后哦，再等一下，我拿那个画册给你们看，真的很漂亮。那巡回展回来的时候，放在这个放在我们庭院，那这个太挤，就没有那么漂亮的一个场景来摆设，所以我们就捐出去。捐出去的话，这个文件跑多久？文件跑两年。文件跑两年，我们要捐文件要跑两年。那到最后，文化局还给我一个最后一个任务，说作品要摆在当地的话，要当地的里长同意。所以叫我跟里长去沟通。所以我就拿合成图去跟里长讲，我说李长辈啊，华山公园要摆这三尊，那李长辈啊，一看到这合成图，一看讲目头讲夹起来，第一句话就讲。啊，这无穿衫敢好？艺术眼光。那里长不是男的吗？男的啊。啊，男的为什么？男的也是喜欢偷偷看，就不敢这样。那后来这样，一安装以后，那个评语都不错，反应都不错，然后觉得这个整个环境都跟着提高了，然后。傍晚的时候，就小朋友还遛狗的很多在那边玩来玩去，那就不会像他们想的，哎呦，在那边会不会，比如说，哎呦，不请山不输贵人了，没有，哦，都变成大家都很好。我说服里长是说，这三尊里面有两尊是入选法国沙龙的，哦，然后免坐飞机就有办法去看到我们这个同等级的东西，欧洲同等级的东西，所以里长就后来。啊，后来今嘛上去了，很不甘愿同意的。现在上去反应不错了。现在杜铁花讲，哎、欸，补先，阿哥有无？给鬼钱看老的。啊，所以八仙过海。所以这个就是艺术还是要推广，艺术还是要推广。那我们把那个捐了，我说可以出模。如果下一次那个子瑜你带人家过去参观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边到这边都亮亮的，因为小朋友只摸到这里，我们大概可以摸到这里，小朋友都摸到这一边，这个大腿、这屁股这边大概都亮亮的，哦，那这边摸不到，因为2.3米嘛，我们可以摸到这边过来，那都下面了。我就是要营造那个地方可以无障碍空间，可以让人家有一个坐，然后可以去触摸它。嗯，哦，这个也是我们很感谢奇美，很配合我们的要求。奇美那个十尊里面最大一尊，我已经放大到这个3.7米，跟这个一样大，放在草地。